就不明白了。哎，想吃咸菜，现在谁还想吃咸菜呀？我想吃。哎，圆圆，那天你不也跟我说你胃不舒服、恶心，想吃咸菜吗？这话不是你说的吗？啊，就算是想吃咸菜，超市里什么品种没有啊？妈，你买去啊你！我就喜欢吃小站做的，我不喜欢吃超市的，比小站做的差一万倍。刘小站，刘小站，你就知道刘小站。喂，进去。不，给我进去。他就是诚心的，他就是不想让我们过好，他就是想让我老公老惦记着他。你去告诉他，让他干着十八层被子做梦去吧，门都没有。你别告诉你爸，你干什么呀？你出来干什么？我爆料，刚才在门口是一个男的送他回来的。废话，我打车回来的，是出租司机。不是出租车司机，就是奥迪。爸，我没骗你，就是一辆奥迪。老公，婴儿血口喷人。是咱们孙子编出来的。那小战会教他吗？不会。咱们小战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那你说说。不过看这两口子这样，那也是早晚的事儿。啥意思啊你？啥意思？你那儿子比人家大十几岁，孙圆圆又是这号人，我看他是自找的。洗澡。新婚礼服里，不能推开门，没有关，不是谁看见，听清楚啊，谁？这看见了，不，咱们都是合法夫妻了，看见吧？什么？谁跟你合法了？哦，对，咱还没办证呢，要是没办证，怎么干？
你听我跟你说，这不是我想吃，是你弟弟妹妹他们闹，是他们想吃。你是哥哥，总不能不让着他们吧？你对他们都有仇恨啊？我恨。喂，妈，你以后别给我们腌咸菜了，你腌的咸菜全让那个坏女人给吃了。他和我爸现在还有小孩了，还是两个。来吧。